度人将牛视为神圣，原来他们的粪便也一样受欢迎。牛粪饼也出现在该国的购物网站上，成为一种大卖的商品。牛粪饼是用牛粪混合茅草再晒干制成，无论送礼或是自用都很受欢迎，甚至一度卖断市。印度传统节日屠妖节期间，不少民众会在家中或者办公室举行仪式，导致牛粪饼一度供不应求。牛粪饼一般用作燃料、取暖、有机肥料或者进行传统仪式等，在农村算是常见，城市则比较少见，所以人们会上网买。当地有网上零售商表示，部分在农村长大的人可能会喜欢烧牛粪饼，因为那股泥炭味对他们而言十分怀旧。妇女们在农村制作牛粪饼，这会给贫穷的他们一大笔收入。在印度农村，时常会看到住宅外墙上贴满了牛粪饼，那便是富有和尊贵的象征。你们能受得了牛粪的味道吗？